去哪里？别忘了我们的协议。我就问一句，苏北是不是你女儿？是，是我前妻的女儿。可是，那就行了。她就是我陆南要娶的人。高建明，送客。啊，陆总。苏小姐，陆总，我看您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好好比赛。 其他的就不要想了。哎，曼妮，曼妮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这么好的婚事就便宜了那个臭丫头？行了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当初还不是你们逼着我去找苏北的？哎，你跟我嚷嚷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你好。要是让苏北攀上了陆家的高枝儿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行了。 陆南必须是我的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好像把你的生日会搞砸了。我不是故意来迟的，是我被人关在屋子里了，他们说你要给我惊喜，我。 对不起啊，陆总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陆总，陆总。 苏小姐，苏小姐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刚刚陆总生日宴上发生的事情吗？苏小姐，原本应该嫁给陆总的，真是那位苏曼妮小姐吗？对啊，是啊，解释一下吧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各位媒体朋友，苏北就是我的夫人，谁欺负她，就是和我陆南作对。Nice， 陆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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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
引发众多网友议论。哼，奶奶，别听他们瞎说啊。你哥这桩婚事，毕竟是奶奶促成的。你说，是不是奶奶太心急了，不该乱点鸳鸯谱啊？奶奶，这不怪您，您也不知道他们家这么乱呀。不过这个苏小姐，要是真像她妹妹所说的这样，那我觉得，她还是挺聪明的。哼，就怕不是聪明，是城府深。日前有记者拍到，奶奶，您放心，回头我去跟我哥打听一下就知道了。叶浩辰突然从米兰归国，奶奶，别生气了。叶老师，请问你从米兰回国是不是为了这次天使之约的大赛呀？请问您会接受主办方的邀请，成为大赛的评委吗？叶总，甜甜呢？她还是不愿意回家啊？是的，这丫头真是惯坏了。哦，叶总，另外有四家公司想请您参加这次服装大赛的设计指导工作，已经联系了很多次了。能推就推，这次大赛的事儿我不想插手。哦，
这些都不满意吗？嗯。这次市级命题赛的主题是什么呀？海洋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嗯，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，可我觉得设计出来的东西还不足以参加比赛。是不是你对参加比赛压力太大了？其实啊，很多创意想法都来自于灵感。这网上的资料再全呀，也不如身临其境的去感受。奶奶，上次陆南生日宴的事情啊，楠楠都已经跟我说了。啊，上门提亲是高继明去的，当时根本没透露我的身份。而你离家已久，如果不是他们找上门，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？所以事情真相如何，已经很清楚了。是啊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你们这个阶段呢，好好培养感情是你们的重中之重。要不然奶奶什么时候才能抱上曾孙子呀？来喝水。奶奶呀，买了两张画展的票，听说你们搞设计的最爱看这个了。奶奶，你陪着北北一起去啊。我奶奶，我最近在忙一个比赛，下午呢要去星光岛采风，已经订好票了，可能就没办法去画展了。星光岛，哎呀，那儿风景漂亮啊，美。不过呀，你一个女孩子去得多危险呐，让楠楠陪你一起去。楠楠，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所以。你公司有没有事情我还不知道啊，别拿工作搪塞我。必须一起去。是楠楠。要不你先说。我陪你去吧。比赛的事情别太着急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我本来印象中的大海呢是安静的，可我今天感觉大海其实也是可以热情充满激情的。游客，今日台风，禁止下海游泳，禁止下海游泳，请配合工作。看来今天回不去了。各位游客，今日台风，禁止下海游泳，禁止下海游泳，请配合工作。高继明，给我订两间房。只有一间房了。Thank you.
桌上的水还没喝完，我傻傻盯着窗台，那本凋落的花不再盛开。你总说喜欢和爱，有着相思又不同的告白。终于这次我也会被依赖，倾听着仰视着学会感慨。我看你笑得多么开怀，替你规划的和他未来，我那么麻木还要保持倾听的状态。你的心思我不用再猜，是可笑可悲还是无奈，都成年了